你就是成语是不是？对，我就是成语，我很红的。在这互联网上，你老公是谁？在这互联网上，谁惹我？老公是谁？谁惹了我会被我封杀？会被你封杀？对。你老公是谁？没有，没有老公。啊？啊啊！你在说什么？没老公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哦，没老公。嗯。好。好。好。没老公演我，演我。是喜欢都是真的，你这种话轻易就能讲出来，很离谱。谢佛爱我，我就讲。好，谢。然后就一直背着你啊，你老公是谁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你现在看真的，人家很清晰，他们能跟着我这样子。老公谁？老公谁？老公谁？刘聪，刘老公。